再去武汉空船。找好吃的，听女儿的话，嘴没刺到。是，林呱呱懂啥？他就知道吃。爸爸，我懂得可多了去了。北京的烤鸭、涪陵夹饼、铜锅涮肉，上海的糖炒栗子、高桥松饼、松江鲈鱼、城隍庙五香豆，陕西的凉皮、臊子面、肉夹馍、玫瑰靖糕，还有天津的狗不理包。停，够了够了，怎么样？我就说咱女儿懂吃的吧。最近我听说有个饿了么惊奇外卖大赛，什么榴莲鸡包、生腌、河虾，稀奇古怪的都有。我给你点一个，你敢吃吗？惊奇外卖，一听就666。来，这个林大熊不会给女儿吃什么恐怖的东西吧？没事没事，无论多惊奇，上饿了么都可以放心点。给你来一个广东臭屁粽，外卖飞到了。吃吧吃吧。这啥呀？味道这么上口？咦，这什么呀？是汤吗？这玩意你要是敢吃，以后老爸我每个月的500块零花钱就给你了。这可是传说中的臭鼻醋。哦，原来是臭鼻醋啊！早说呢。妈呀，林呱呱，你是真不挑食啊！这玩意你也能吃？你一会儿吐远点啊，别吐到我。吐什么吐？再来一碗，我都能吃完。这臭鼻醋是啥来的啊，呱呱？它其实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肉汤，虽然闻着是臭屁味的，但是吃起来浓香无比，还带着醋的酸味，吃过腻的好吗？我真把我零花钱给林呱呱怎么办？赶紧溜。林大熊。你可别想赖账，500块零花钱交出来。今天刚发的零花钱，自己都还没捂热。